这两个二货是我小舅子放着寄养的，长得胖的那个叫瘦头陀，长得瘦的那个叫胖头陀。有的人就问了，怎么胖的是瘦头陀，瘦的是胖头陀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吃了一款改变体型的药丸，知道的请在弹幕上打一下。哎呀，小舅子放着的时候特意交代过我，千万别让他俩跟大卫玩，说是怕大卫挨揍。当时我就不乐意了，我家魏总可是骂过藏獒、吼过德牧、喷过罗威纳的主啊。然后他说，平头哥知道吗，专门找狮子老虎打架，和他家这个属于亲戚。为此我特意百度了一下，他俩确实都是鼬哥，鼬那确实是厉害，一打七嘛。但是他亲戚不咋地呀、左住、我寻思这俩货这体格，大卫不得随意拿捏呀、一想到这儿我直接就给放了。要不说大卫果然是不负众望啊，骂两句就走了。要不你以后别叫大卫了，你叫大怂吧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光刷一下就过去了，果然真正的高手忍不了了。KO， 大卫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这战斗力还没有鳌拜强呢？太监武功都高强。